麻烦你把一抓起来，一四分解好吧？解分不等式把四移过去，变 x 平方减3x减四减二，小于零。写到这边可不可以一四分解？可以，它可以分解成 a 减五乘上 a 加二小于零。那写到这边解不等式，不管大于小于先看什么，等于零。a x 是五，等于 a k 是几？负二。谁大？五大，摆右边。负二小白左边，题目说小于零取这两数字什么总结，是不是叫？所以算出来 AK 接近五到负二中间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好，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